卖那么多东西啊，全是白的。我才不显白呢，奶奶说你们没有我们混得好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快叫奶奶。奶奶好。你好，爷爷。阿姨，叔叔好。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客。哎呀，大家真忘了，还有我们小伙伴呢，来，还有小公主呢。哎呦婆婆说了，你们好多年没见了。那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媳妇儿懂事儿，她准备的。哦，那是。来，啊，对了，我们小公主也给姐姐准备了礼物了。哎，不能这样，这不能这样，谢谢，这都是你玩腻了的东西，送给姐姐玩啊。孩子不愿意，算了啊。哎呀，你叫孩子拿着，我们在农村，你这些东西他根本用不着，家里多着呢，要不然我们就当垃圾扔了。别呀，别当垃圾扔了，就算你们做慈善了。行行，我们拿着，来吧，进屋，走，屋里坐。来，俩人拉手，进来呀，孩子。哎呦，还认生了，你看，真是的。你们怎么想到搬到这儿来了呀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孩子嘛。就他们的学校在全国都闻名，难考着呢。哎，你说我这孙女儿，她居然就考上了，办军事化管理，贵族着呢。你没办法呀，你只能旁边租个院呗。那你住在这儿，你生活质量可是下降了。什么下降了？孩子是最好的投资了，他会给你10倍、100倍的回报，懂吗你？哎呦，你不是在养孩子，你是在投资股票呢。哎，走，进屋，进屋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真是的。进屋喝茶，进屋喝茶。三期的，你留点时间给我们小公主表演表演啊！嗨，来，倩倩，公主舞闪亮登场！对，我才不跳，这里又不是宫殿，是宫殿舞才跳呢，好破呀！我们这儿是有点破哈。阿姨，她动画片看多了，还通电呢。没事，你不会跳，不跳了啊！来，蕊蕊，咱们给唱个歌。啊，哎，我们水云呀，什么都会。来，孩子会那么多东西啊，全是白的。我才不显白呢，奶奶说你们没有我们混得好。倩倩，你要上厕所尿尿吗？厕所在那院里啊，在院里。我带你去，我不要你带我去。倩倩，走，我认识，我带他去啊。不好意思。话谁教你的？你到人家做客不能乱说话，这样的话很没有礼貌，知道吗？我不想在这儿，我想回家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到这儿陪奶奶做客，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，懂不懂？好。倩，怎么了？厕所好臭，好臭啊！你小声一点，不要让人家听到了。脏了臭啊，你也得上厕所，不能憋着尿啊。我们去好不好？我没了。怎么可能没了呢？想上厕所就去。我真的没了。倩倩，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厕所，我们要学会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，明白吗？啊？我想回家，不想在这里。刚考完级，
你说这孩子真是脑袋太好使了，学什么一学就会了。你别让他累着了，我们又不是外宾，你搞那么多演出干什么？他累什么呀？不累，不是你们来，平常我们在家也是这么练的。为什么？小贤，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多才多艺，又能跳又能唱的，好多男同学都追你。哎，你这小孙女儿一定随你吧，多才多艺的，让她给我们表演个节目。哎呀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！给给给，给点，穿吧穿吧。妈，我这么差。倩倩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孩子，这都是新的，我给你拿出来了。哎，雅贤，嗯，这孩子真随你。这孩子随了我也就对了，女孩子嘛就应该富养。你不穿是不是啊？啊，行，奶奶给你找啊，找个漂亮衣服。哎、你都尿裤子了，你还挑三拣四？来，穿上。这孩子，你楠楠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把孩子吓唬的。行行，你出去吧，我们来弄。急了，别跟他急了，来，穿上吧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不穿。来，那你选。真丢人，这。我给你挑了三件，哪个你喜欢？哪件都不喜欢，哪件都不喜欢就穿妈妈给你穿的。来，起来，太不听话了，女孩子能光着身子吗？你说能光着身子出去吗？快穿上吧，啊！看看，蕊蕊，全都蕊蕊得了。这个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二等奖，你看跳绳都得了三等奖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这可不好得。这个跳舞他拿了个证书，你看看。哎呦，真棒啊，蕊蕊，咱们家倩倩什么证书都没有。一个证书都没有，这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饭吃的。我怎么不能当饭吃啊？以后就靠他吃饭了。倩倩，哎，怎么了？蕊蕊了。啊，怎么了？蕊蕊，怎么回事？蕊蕊怎么了，孩子？你这干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告诉我是你说我脏，嘴里全都是细菌。哪是细菌啊？倩倩，谁教你的把消毒纸巾放在别人嘴里啊？奶奶说这里都是细菌。孙雅贤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走，我们回家去。妈，你去拿药去。哎，妈，年轻时候你就傲，你就瞧不起人，你眼珠子从来都朝下的。我眼珠子朝下比你好，你显摆什么呀？来两个小时啊，一会儿这一会儿那，你不就叫他还显摆吗？我显摆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么带孩子，你快毁了你孙女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毁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看你们那个孩子从头到脚有一点小孩子一样吗？装小大人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哎呀，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事怨我们。倩倩，快跟姐道歉。我不道，不道。道什么歉？我们回家去。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在这儿，别。你说我是不是我没事我闲的呀？啊，我闲着没事，我请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出了这门，咱俩永远断绝关系，断就断。你好好检讨检讨你自己吧。哎，我没什么检讨的。妈，检讨什么？阿姨，你们都冷静，不要为了孩子伤害感情，你们冷静一点好吗？倩倩，道歉快。我打电线，我变，把你变成老婆，我变。倩倩，站住！闭嘴！你除了当公主巫婆，你还知道什么别的吗？你喜欢这些吗？天亮给我出来道歉！你要干什么你啊？妈，你有什么火你冲着我来？你打孩子干嘛呀？啊？急的嘛，现在孩子有这么被你教育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就是把我的孙女培养成小公主，怎么样？跟奶奶走。三奶，小明奶。
见。再见。阿姨，叔叔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朋友真的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叔叔阿姨替那个小妹妹，别生我，身体赔不是啊，别生我忙气，她这个没事没事，请吧。我们先走了。别哭了，怎么那么怂？人家往你嘴里塞那么一大团东西，你都自个儿都不知道。这可使不得，阿姨。哎呦，这我回家我就说我妈去啊。嗯，您别生气了啊，您早点休息。好好好，改天我跟我老婆去拜访您啊。好嘞，再见。怎么说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人家还道上歉了，说自己当时太冲动了，然后后来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没接。这就是你妈，你说这倩倩一路给她带下去怎么办呢？将来一定是蛮不讲理的。这小题大做了吧？我这还小题大做呢，这丢人都丢到别人家里了。老话说的对，不能隔辈人带。你看倩倩整个一叫公主，宁可尿裤子都不上人家那厕所。教就教点呗，女孩就得娇惯着带。你怎么老有话说啊？这什么思想啊？你该检讨一下自己了。好好好，我检讨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我知道你早就想把倩倩弄回家自己带，可是老婆，你好好想想，您是一女强人，公司那么多事儿，那么多人等着您英明决策呢，您哪有时间带孩子？是啊，哪有时间自己带孩子？可这样下去，倩倩真的毁了。李总，李总，我错了。我们这商场已经把广告做出去了。这批最新的家电是由我们主推的，因为你的一个失误，我们将失去这次抢先的机会，你明白吗？是我太粗心大意了。弱者永远有失败的理由。小赵，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学会承担错误跟责任吗？姐，对不起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能不要再跟我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样的话吗？我这个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毕胜男做事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做不好的事，只有做好事的人。你明白吗？吴姐进来一下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想离开市场部。毕总，重新准备营销方案，我要亲自去跟他们谈一下。你真的想让小赵走啊？帮我订张机票吧，可能我自己要飞过去一趟，这批家电对我们公司来说太重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小赵的事儿就先别跟上面汇报了，他这次是碰上老狐狸了，这种有头无脑的人也赖不了他。什么事儿？早就听说市场部是全公司最厉害的，今天一看您实在太有 power 太帅了。你都是这么拍领导马屁的吗？这个香水是送您的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啊，我是刚招进这个部门的，我叫黄丽，黄金的黄，伶俐的丽。曹总说以后就让我跟着您，能学到东西。你跟着我能学到什么呀？您可是全集团的采购头把呀，不跟您学跟谁学啊？还有，在您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拍过人家马屁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值得我拍的。你也太会说话了吧。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本科吗？多大了？研究生毕业，今年20。研究生才20岁。报告领导，我小学上的早，初高中又跳级了， Master Grade 在英国上的，一年就拿够学分了。那到我这儿你不是屈才了吗？我学的是 marketing management， 咱们公司又是国内有名的大商业连锁，我必须得到一线跟您这样的能人干才能学到本事啊。所有90后的嘴巴都跟你一样甜吗？我这说的是心里话。
香水你留着自己用吧，三天之内你还不是我的部下，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把各个部门所有的进货规则都吃透了，如果你过不了我这关，你嘴巴再甜送给我一打香水都没有用。走吧，把香水拿走。毕总再见。告诉你，我一会儿一回去就给我老公个视频，是吧？我跟他说我们团的舞蹈装可漂亮了，我跟你说你信不信吧，他从国外回来肯定能给我带几件回来。我信。裴老师啊，我知道你的老公有钱呐，我现在也懂得了什么叫羡慕嫉妒恨。哎呀，我后悔啊，当初为什么我不让我们家的老罗跟着你们家的老公当导爷呀、啊，如果当了导爷，现在不我也是发了吗？我还陪着您在这儿练舞呢，我还陪着您在这儿自娱自乐呢。我呀，早就去美国移民了。你要见我呀，你得花大价钱，打个飞的到美国去，在百老汇一睹我的风采吧。是吗？当三等公民是吧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宁宁学校搞汇演，书法得了二等奖。哎呀，回来以后让他妈给骂的，说这么有文化的家庭你不争气丢人。你在骂谁呢？你骂我孙子呢。哎，你们倩倩幼儿园是不是也搞演出了？她得第几名了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啊，你不比老公你就比孩子啊。你别老土了，现在呀就是比孩子了，不比老公了。这多大的孩子就当他长长见识呗，别紧张。我儿子才会500个字，拼音倒是全学会了，可是数学真的不行，就会简单的加减乘除的运算，乘法口诀也刚学会。可以了，这才多大呀？行，你看着吧。有那么小的孩子呀？都考什么了？老师考我，小青有9本故事书，小新有7本连环画，小青拿3本故事书换小新2本连环画。这什么？然后老师问我小青小新现在有几本书，那你怎么回答的？8本。对呀，这么绕啊！婷婷一点都不比我们做报表容易。太难了，什么题啊？安静一下，听我解释哈。这个孩子呢，特长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文化课同样重要，对吧？上学以后不就会了吗？不行，你看哈，我们这儿哈有2个孩子，同样是小学1年级，他的这个词汇量呢相差1000个，对，相差的比较多。这个词汇量少的孩子，他的这个特长非常棒，考的分数非常高，但是最后就是因为文化课没有通过，真的非常遗憾。我马上到了，哎，是不是威武啊？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哎，哎，亚里，哎，哎，我来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又迟到了点啊。来，盛楠，老公在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老公在这儿呢。怎么这桌是空的呀？怎么了？张少到大官了？大官还有呢。喝着喝着。
大不了我送你回去，这有什么的？哎，不用，真是的。来，哎，你别喝，我看你都喝醉了已经。哎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来晚了，要多喝。哎，你是不是就认识兰兰了？我也是你同学，好不好？那是那是那是。我问你，我们都是。我是谁呀？于佳佳，讨厌，我真的是喝多了。你是那个学学生会的？校园舞会的时候，咱俩还跳过舞呢，可是全忘了。哎呦，记得，想起来了。来，喝点，喝，今天一定要喝高兴啊。笑，看过那个大侠，嘴硬，谁嘴硬了？当初他追你的时候，我就看不惯他了。不怎么闻到有股醋味了，吃他的醋犯得着吗？想起来当年你俩一块跑圈，我就恶心一下。您不也跟我一块跑吗？那能同人啊？牛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区重点小学的教务主任吗？搞得自己跟哈佛校长似的。闭嘴，吃你的菜。我去那边喝一下。我这去美酒，我去美酒，我马上买。我代表咱们这桌敬一下。哎，盛楠，哎，啊，张主任，哎，你好，张主任，哎，哎呀，盛楠啊，好多年不见了。对啊，孩子多大了？5岁了。都5岁了，祝贺你啊，高升了。没有，张主任，哎，前途。以后多关照啊！我这都是身不由己。按说咱们同学聚会是吧，我也不应该穿身西装就过来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们学校最近跟这个国外经常搞交流。我这刚从北京饭店刚接了一个欧洲的团，知道吧？对，没有，不容易。我儿子背那书包得5斤重，心疼啊！这算什么呀？我闺女他们学校还发拉杆箱呢。一人一个，跟空姐似的。这都是家长给逼的。咱们小时候都用那军挎，现在不都挺好的？现在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哎呦，现在跟当年可不一样啊！各位亲爱的同学，我出一道题给你们做啊。小青有9本故事书，小新有7本连环画。现在小青用3本故事书换小新2本连环画，请问小青和小新各有多少本书？你这绕口令在哪学的呀？就是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一共有8本书。啊，8本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张朝几年不见你越来越聪明了。这什么题呀？你说谁的题呀？太奇怪了啊！你说谁能答得出来呀？这题我出的。哎呦，你出太好了，这题。是太水了！哎呦，这题太变态了。好的，这题是他出的。好的，来，不出点这样的题，好的，好的，看看开发智力吗？教务主任，哎，你这名片上还有这个英文呢？你们学校招洋人啊？没，我们不是国际学校。他们学校可好了，保持通气啊，所有的学校领导都不能接电话，有事儿的会给我发短信。我们就给你发短信，我肯定能给你发短信。我绝对不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对呀，我手机还没电了。哎，这么着，你们先吃。哎，我到。听出来了吗？专程来见张潮的，有这样的家长，这都是孩子的悲哀。不至于吧？大家都这样，那边不还有同学吗？哎，我还没结婚呢，我结了，媳妇儿刚怀孕。来，咱们喝。哎呦，哎，喝吧，咱们几个人正常啊。这同学会过的。哎，早知道还不如不参加这同学会呢。看你这一路，你说句话行吗？今天我的这帮同学太疯狂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他们了。那几个叫的最欢的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就跟你较劲的，你记不记得那个叫什么张恒的，就因为那个运动会输你了还哭一鼻子呢？那都是个例，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回事儿。我就不要你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我家的孩子也这样，你争点气行不行啊？这样的题你都写错。平常老叫你细心，不要马虎。行，你说这是个例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像个例。行了行啊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啊。都这么晚了，这些孩子还在上课。行。
我决定了，工作再忙，我也要把倩倩接回来自己带。这干嘛呢？妈，我给我孙女儿当牛做马呀、啊！倩倩，出来。妈妈，你跪下求我，爸爸你也跪下求我，我才出来。素素，你跪下，让你爸起来。你跪下。对，让爸跪下。干什么呢你？妈，这太夸张了吧！妈妈数到二啊，你要不出来，我把这房子给拆了。哎呀，你这人也是。妈妈。咦？哎呀，孩子要睡觉了，你这是。倩倩，快出来。咱们今天回家过周末，快快快，快出来！二，哎呦，有房子也是塌了！哎呦，轻一点，别把他哥们给我拽下来了。那也不能总让他生活在童话世界里，他就毁了。走，王哥，快点收拾东西，我回家。走，真把孩子带走啊？什么时候送回来？说了嘛，就回去过个周末，啊，就过个周末。别较劲了啊！我今天油漆都没碰一下啊，早就洗完澡了，一直等着你呢。你这没事，你跟电脑起什么腻呀、啊？你，我觉得我太自私了。你确实挺自私的。你说咱们这两年到底为孩子做了什么呀？是咱们是挣了钱，买了大房子，吃的好，喝的好，玩的开心。可比起别的家长，我们根本不够资格呀。咱原来不是说好了吗？让孩子有一个快乐健康的童年，所有的风雨都咱俩扛。咱俩要死了呢？呸！就算有那一天，那倩倩也有自己的老公啊。可万一她的老公远远不如你优秀怎么办呢？老婆，从咱俩结婚到现在，你终于说了一句真心话，就这一句是假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是有事跟你商量。从前我太大意了，以为竞争只是在大人之间，根本没把孩子当回事儿。没想到咱们孩子比别人落了那么远。落了哪么远了？还不远吗？倩倩到现在还生活在童话世界里，说话跟动画片似的。他天天看动画片，他可不就是跟里头学吗？等他到了不看动画片的年纪，他自然他说话就正常了。罗素，咱们俩商量一下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俩可以为倩倩去活着吗？行吗？老婆，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天见到张潮什么心情？哦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还惦记这个事情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不就是当年一个跑圈男吗？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嗯啊，盛鸾，你还跑步吗？我很怀念刚阳港养一匹跑圈的日子。你不也跟我一块跑吗？那性质能一样？你跑题了啊！哼，我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事儿。啊？我们单位的吴姐，我今天陪她孩子去重点小学面试了。啊，那些家长好像跟疯了一样。那些孩子已经太了不起了，没上小学已经会1500个字了，加减乘除、拼音、英语、奥数、艺术，门门精。可咱家倩倩呢，天天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什么都不会呢。老婆，那些家长不是好像跟疯了一样，那是什么？是已经疯了。罗素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打算让倩倩回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带倩倩。哎
呦，老婆，是我妈带倩倩是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，但是能改呀。咱俩想带倩倩，咱俩有时间吗？有精力吗？倩倩在我妈那儿起码吃得好，睡得香，你这一切都挺好的。你，我不要她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了，我要把她带进现实。